你先，伯班台真的很难的，伯班台。我们需要来一首呢，稍微不要太快的，不要太难，拜托。是啊，中间好了啦，彩虹唱。对，不要太难的。抽到的是什么？在树上唱歌，两颗星，两颗星，这歌很新哎。果子是不是？在树上唱的那首歌，不是树上唱的，是屋顶的。好了，在树上唱歌。高高的树上在唱歌，谁先把唱乱唱？在树上唱歌。一直在唱歌，好像也不是。三十秒讨论，计时开始。大家都唱哪首？我唱郭靖的歌，我台语吗？一定不好。对，唱第一句。好，那我第二句好了，我今天想说歌。那可以。那我最后要翻台语，最后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有听，我可不熟啊。大家都不熟，没关系，怎么唱啊？什么手啊？唱什么歌手？想办法把它唱出来了。好了，好了，想办法唱出来。来哥，你在我前面，你第三棒，好不好？给我力量。对我来讲，就是三歌曲。对，说满的歌要唱成台语了，大家自己自求多福了。哎呦，徐富乃在第三棒啊！第三棒，哎呦。哦。徐富乃怎么在第三棒？真的是，我在哪一棒都一样，根本没有一句会的。好吧，来，老师准备，大家准备，预备 ，Round Two， 天台金曲奖国翻台 ，Go。你讲的每个笑话我拢笑啦，厉害哦！是你变加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就久无看你，我大无相共，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动脚手。我想对面街坐拢遐严，创到全世界拢亲像咧。出失败。爱一朵花，卖怀疑会几偌久，难困的心情，甲啥物拢变水啊！旧梅光阴，枕头下来手提手歌，做这代志拢缩小啦。心内无想要藏的，就予伊拢去咯。予你头甲面拍甲红叽叽。想要对你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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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手提手歌，会当听你轻轻的吹过山头。哎哎，大树遮就空，你要来比我无？比什么？比我是什么？我陪我。想要讲一句也在手底手歌，做这代志拢予缩小，拢予缩小。心内无想要讲的，都予伊拢去咯。予你头甲面胖，拍甲红彤彤。想要分着口罩在手底手歌。阿奶哥。想要驶去远方的快车。会当遐尼轻轻的穿过山芳。大手上阿健康，你要唔要陪我？哎，不用那么长了，真是不用那么长。哎，我都觉得好像还可以吗？不是，好像在念念助念针呢。我在说笑，我悄悄笑笑。如果刚刚如果这个算助念的话，走的人都醒过来了，醒过来了。那个西瓜哥哥，那个什么光着脚要怎么唱？小妹，放下他，头卡什么的，头卡，他一直心，他一直在心虚。小妹，放下他，啊，恰卡啦，我们去头卡啦。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为什么红百柔让整件事情失控了？什么？来，我妈，请回顾。而且整首都用念，真的。你讲的每个笑话我拢笑啦，厉害哦！是你变加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幽默，就不怕你我大无相共，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动脚手，我动脚手啊，我想对面街坐拢遐严，创到全世界拢亲像咧，出失败。爱一朵花，卖怀疑会几偌久。放困的心情，这是什么歌啊？把什么拢变水啊！很好啊，很好。
个休息的感觉哦。头壳在秋天秋瓜，坐在台子拢缩小啦。缩小缩小，海哥那是什么？和你头壳面拍个红叽叽，想要对你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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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等间奏，听起来像阿麦味。酒杯跟酒鸭在出地出光，酒杯带起龙火烧烧，龙火烧烧。来无酒杯，干来都可以隆隆起咯。和你头家面庞，他家阿通通，阿弟阿通通，在出地出光。阿大哥，今天天气阴好未？快吃。就像阿青康，你要不要陪我？小钟哥早就过了耶，早就过了。我把音乐刚不对的音乐早就过了嘛。黄百荣，你自己讲，你刚刚看了一遍了，觉得如何？不错啊，不错啊，他们唱很开心。唱的真的不错，哎，段落都没有错，哎，完全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开心啦？许昌的老师你怎么说？请。其实这首歌表现得不错，是不是？真的，我也觉得，因为这个歌其实重点在于说，因为是翻成台语嘛，对，难了。那其实翻的那种方法，其实有诀窍哦。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啊，我们要填一个英文，把它填国语词，然后有些句子要保留，其实比如说啊 ，lemon tree， 希望 lemon tree 这个是保留着，对，了解。而你在保留位置，你其他接什么呢？你就要想，那要接得上去，其实要有巧思。比如说，那个奶哥不是唱这边唱好多事情，就接奶鸡肉哦，缩袖哦，然后缩袖这两个字填得非常好，为什么？可以让这个句子这个旋律跳起来。哎呦，缩袖啊，缩袖，缩袖，哎呀，缩袖，而且听来小瓜，啊，我都缩袖啊。而且他一次唱了中文、台语还有英文，缩袖，缩袖，缩袖，小如此的短，缩袖，缩袖，一次唱三种，缩袖，缩袖，哇塞！所以这歌的表达其实让他能进入歌，也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觉得蜜蜂姐姐呢？其实今天这歌唱得很四平八稳，漂亮。有这种，我有试着就想要放感情进去，很好，有试着放。他想试，他想试着放。可是你的前后不配合也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前后后，前后，你的前后就前马国前马，后前是哪个后是小钟啊？然后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副歌是一个这个灵魂的句子。对，我觉得没有踩到点真的很糟糕，可惜。今天最主要扣分就扣在这里，所以谁唱到这一句话，谁都要扣分，都要那个。谢谢老师。大家很明显的已经达成共识了，嗯，那我们基本上分数应该不会太差了，对，应该不会太差。好嘞。评审，请按钮给分。七十有，哎呦，有啊，七十有，应该有啊，三十二。变慢了，变慢了，六七，那竟然有七十的，过七十，过七十的了。哎呦，哎呦，哎呦，72，不错，不错。不错哎，不错啊，怎么会都72分哦？可是很厉害哎。完了，那我们要小心了。要小心，完了完了。好，刚刚的领先不是领先，我们要68分以上哦。哎，攻守交换。加油！来，攻守交换，来，陈晨队来，我们派谁抽？抽签。派谁抽？那个你。彩虹，加油！高度最高的抽。加油！彩虹频道的代言人。这个喽。都好，都好。他们刚刚抽两颗，我们抽三颗就好。好，简单的，三颗就好。简单简单的，是什么？三颗就好。三颗，三颗就好。耶！怪兽，国歌啊，陪我长大的歌。这个谁指挥？我指挥好不好？好，我那个年代的歌 ，OK 的。可是对你们来讲是你们后来的国歌。我们后来，对啊，你那个年代的歌吗？我指挥，我那个时候才国小。行，谁休息？我休息。OK。现在把熟度告诉我，几首？几分钟 ？OK。几分？七分。嗯，你？我起码八分。八分，你？五分四，我第四棒。五分四啦，不止啦。你这起码六分吧？有，那五分。你才五分啊？好客气哦。
紧张，我好紧张啊！你要一二，二第四棒好了。你第四啊？我第四，第四，我有个第四很难哦。第二，对，我打头阵。好，有，剩下的是三，我。这样子哈，来一杯，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我的指挥来了。好，来左手拿这个歌词啊，来注意手势。来了，准备了，天才金曲奖 ，ready。来，准备了 ，go。蒋亚旭，蒋亚旭，隔壁娃，快递呀，快递呀，两条娃，他开吹机，吹机，吹马条娃。地球上明明有四十几零头，偏偏就是送掉我，送掉你。啊啦啦啊啦啦，你敢对着我喷火？拜拜秀努力咖喱杯洗卡大掉外太空哎呀拜呀拜咖喱杯哇塞哇塞翻的歌词啊非常的好哇怎么样我觉得不错 OK 九十分很好哎有吗可以 OK 我觉得歌是方瑶瑶写的有怪兽有怪兽他真的你唱歌好可怕我跟你讲是因为在里面很吵然后这首歌很兴奋所以我的声音才会变这样我平常唱很兴奋不是兴奋就这样子啊漂亮非常好听马国贤是唱妖修对为什么唱讲妖修讲妖修讲妖修无妖修无妖修哎呀无怪妖修无怪修啦怪修怪修吧啊怪修看到怪修哎呀妖修我是会吗吓到吓到他有什么选中我松掉啊松掉你酸掉啊松掉啊四十几日也四十几夜然后他松掉过松掉啊敢扣掉你啊最后那个啰里啰嗦啊太离谱了麦搞啊是不是情绪正当之处这样子啰里啰嗦拍得好哎拍得好拍得好很永远普及耶张家托卡给来我们来看看金曲回顾哦他叫鸭修啊鸭修也是鸭修快递鸭掉掉啊他会吹鸡吹鸡吹鸡掉啊掉掉啊掉掉啊地球上明明有四十几零头很好很好啊很好很好怪兽，怪怪兽，怪怪兽，努力！咖
被你卡住，他就快开口。我觉得你马国贤，我觉得你唱得太开心了。一杀归一夜郎，这很欢迎。他那个松柳啊，那句唱得真好，那个表情就真的很爽，真的好舒服，投入，开心，很棒，棒。他那句唱得很棒。来，评审请讲评。其实马国贤，其实要做一点调整，其实今天分数就会很高。哦，因为我觉得唱这歌的开度就是要放开心，对不对？其实越来越喷火，越来越疯狂。他只是说还是要有一点层次啊。比如说你那个五那个加要求那个，我觉得你第二次唱的时候就有效果，可是两边都一样就没效果啊，要改变，对不对？就只能有一次的地方，就是一个重点，不能到处用嘛，对对对，就没有层次，一直在用同一梗。今天反而表现的正常了，反而表现的比较不好，比如彩虹姐姐，嘿，老师，就是你都唱了四平八稳，很难得哎，那个要嗨也嗨的不够嗨。就感觉好了，就好像很刻意要嗨。我告诉你，唱这种歌就叫自然。我很自然啊。不够自然。好，就是很刻意看，感觉你要嗨，就是那个嗨的痕迹太明显。我想要做动作，可是麦克风要拿着，我就没有办法。反正你应该最有经验拿麦克风做动作的人啊。对不对？对啊。刚才我还跟他建议说，如果你们这个唱歌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有怪兽，就是有一个这样动作，每个人都一样，那个队伍就会很好看嘛。哦耶，对不对？然后指挥呢，就是感觉上没有任何。你跳过我，你跳过我。我不能把你当最后一个讲吗？可以。中部一般你当中记好，你让他先讲我嘛。好。对啊，今天就是没有什么点可以讲你，因为你没有什么表现。因为我就是明白，我就是这样子。比如我以前做苦工，之前提醒你说动作很重要，是你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我自己做啊。然后呢，自己。就指挥完你就觉得说他们唱得很好，是你评判我，我太不应该，我该死。啊，就因为他今天就是太表现得太正常，太正常就会扣分了。这种歌啊，那瑶瑶呢？我觉得有那个怪兽的感觉。对，真的是怪兽，他就是声音有加分，太怪兽了，长得像怪兽，声音像怪兽。来，评审按钮给分，几分了？我觉得有80分，65，75分，75了，至少75。高的吧，70，啊，80，80，76，yes， 对啦，刚输很久了，对，我们好久没有让他们输过，开心了，对，好了，恭喜陈真队获胜，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